你选的是谁的歌？一生守候，陈淑桦，对不对？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有听过他的专辑吗？没听过，就是选这首歌就才听，是不是？对。陈淑桦呢，其实他现在的这个记录已经没有人能破了，就是他是金钟跟金曲双料歌后。很多年前那时候金钟奖还有在颁那个最佳国语男歌手、女歌手这样子哈。然后那时候，Roger， 你有恭逢其盛吗？那个时候有那个，因为淑桦的专辑一直都是我在帮他做，就是女歌手里面，他真的是大概是第一把交椅的位置。如果以不管以销售的数字，或者是他演唱的实力，还有他的英文歌曲唱得非常非常棒，他的西洋歌曲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找到的话，可以去听听看。其实真的希望，如果陈淑桦小姐有机会的话，不是说来到我们节目，就是说如果你能，比如说跟 Roger 联络啊，然后我们很想就是。不是一定要逼你出唱片，但是我们很想看到很好的你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可以这样，让我们看一下嘛，淑桦姐姐，我很想你这样子，你今天好好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也代表对这位前辈的敬意。这首歌《一生守候》，欢迎刘明湘。